孩子成长中的感恩之旅，100日挑战就是66日。今日我的目标是要做我的 webinar， 你呢？我的目标是要睡晏觉。对了，我好感恩，我好健康，我好有爱，我好专注，我好有力量，我没有拖延，我好 happy， 我好清晰，我好有充满力量。我今日好感恩，妈咪好 cute， 我好感恩，我好搞笑，我好感恩，我好惹事，我好感恩，我好感恩，妈咪好红鸡蛋。好感谢阿仔陪我拍片，好感谢我老公整好个风扇灯啦，我真系就 like 一日留言啦，整好个冷气啦，哇，简直功德无量啊！我真系就 like 一日留言啦，好感谢有人邀请我哋去表演啦，好感谢有人话要俾颁奖俾我俾我仔啦，然后如果感恩生活，感恩生活令我哋生活变得更加有力量，如果中意就 like share 同留言啦，拜拜。